由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大同市人民政府、成龙国际集团共同主办的第五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于7月21日至27日在山西大同举办。昨天组委会公布了展映片单，今年的展映活动包括动作新片《龙虎舞狮》、动作大师《巾帼豪杰》及亚洲新派江湖五个单元，齐聚了35部国内外经典动作佳片。一起来看详细报道。在第五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中的《龙虎舞狮》展映单元里，将精选放映《洪家班》《程家班》《袁家班》《刘家班》这香港四大武术班底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电影，如《福星高照》《龙少爷》《少年黄飞鸿之铁马骝》等。此外，本单元还选取了七小福、奇谋妙计五福星、夏日福星作为特别放映影片。长官，不要紧，师傅，我们已经决定去拍戏了。动作大师展映单元聚焦的是第五任詹姆斯邦德的饰演者皮尔斯布鲁斯南，他的007之黑日危机与英伦对决将通过展映活动与国内动作电影人相互切磋武艺，共同促进中外动作电影交流。巾帼豪杰展映单元是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特别设立的女性动作影人致敬单元。本单元精选了以女性为主角的优秀动作片进行展映，彰显世界各地女性角色的英勇矫健，也为当代女性描绘出一幅独立自强的新风貌。亚洲新派江湖展映单元则聚焦历史悠久、门类繁多的亚洲武术，以新派武侠、新写实剑戟、泰拳风暴、开挂瑜伽等几类分项单元构成，旨在全方位立体展示亚洲动作风采。そいつの持ってる刀は刀というより、此外由无双、大人物领衔四大洲七国的动作芯片联袂组成的动作芯片单元也将加入展映行列。这些影片在紧扣电影周国际动作主题的同时，无论在思想性、艺术性还是观赏性等方面，均有独特而突出的表现，充分展示当今世界动作电影的最新潮流。